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奥尔。好，这次的游戏呢是加倍军团，我们这次来跟风玩一下看看吧。这个游戏呢是完全没有任何音效的，开头讲过了，所以呢全程自己配音，他没有的我给你。好，开始吧，加100，就是一个反应的游戏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有到很难。好，加40，然后呢，这时候最划算乘以5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二选一，一个选择，应该是蛮容易的啊。一开始第一关应该都还蛮容易的。好，第一关过了。然后呢，这是乘以几的倍数是分数吗？5倍。好，跳广告了。然后这个是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解锁新的角色吗？不得而知，等等就知道了。好，继续下一关。好，这个可以加人。然后呢，150块能干嘛嘞？150块什么事都做不了。好，继续走 ，Go。100，吃掉。拜拜，加10。好，闪得掉，加60。哎，闪不掉，这个闪不掉，为什么？居然闪不掉，为何要给我如此多的人数？为何要这样骗我？为什么要欺骗我这种感情？为什么？哎，好，现在多少了？超过5了吧？5.4，还不错哦，第二关而已。好像这种类型都是这样，就是很多广告。对，那如果有音乐音效的话会更好了，但是我觉得它是应该是公司的一个策略吧，就是尽量做多可能性类似的游戏，然后一直疯狂的换皮，然后就能达到收益最大化，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。好，加100，牺牲掉一点点而已，过了，加80，牺牲掉一点点，过了，再乘以3，比较划算，129，总比80还划算吧。好，最后的 boss 来了，加多少？加80。加80，就差一点点。哇，人家是有戴头盔的，不过似乎，对，再怎么样呢，都赢不了。我们这是围殴，好不好？围殴怎么可能会赢得了？好，来了，300块。这个呢，看影片可以继续得到这些钱，但先不要好了。好，我现在不知道到底是，我说先不要给我跳广告是怎么回事？也太不讲武德了吧？好，下一回合。似乎都不需要加人数啦，因为加人数的话是不是比较有利一点？如果前面是遇到城的话，你加人数的话可能就不得了了。好，但是目前为止应该不至于那么残忍，就是一开始就让你输，应该会让你尝到甜头，之后呢才让你输。对，52个乘以3，跳，帅，好，过了，多少？应该是6了吧？应该有6，应该有没有到6？ 5.4。好，下一关。好，每次都有广告，让我的情绪呢没办法连贯，真的是很讨厌。继续，加100，加10，跳过去，吃掉，加10。哎，讲吃掉是不是怪怪的？但感觉像吃掉啊。乘以3，25，可以了啦。被锯子锯掉了一个，加10。哇，这锯子锯了几个？等一下，这些都是我的兄弟，都是我的同胞啊！就这样被锯掉了，太残忍了。这关卡真的是有点。我觉得设计不良。好，看到这个角色的样子，就是有点像人参，像人参吧？我觉得像人参，还是像萝卜人？好吧，不重要，总是要那个角色试试看嘛。1130的，可以抽是不是？抽一个好了。看什么角色？哇哦，看一下。哇，你告诉我差在哪里？后面而已，根本看不到。好歹看个前面才看得到吧？就看背影看不到啊。所以那个角色是怎样？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哎，到底是要给谁看的？好，有锤子了，恐怖锤子来了。OK， 加80。有锤子，锤子锤掉我的兄弟，要被锤死了，要被锤扁了。好，加60，加25，173，167，167过终点，最终决战 bonus， 加80。嘿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就是这个场面，无敌，是不是？不知道牺牲掉多少人。好，我们的萝卜人不是人参人拿到了，还要再看一次广告，真的是要命。拿到啦，萝卜人还是人参人？哎、欸，有外观有差，对，比较可爱一点，又比较可爱吗？不能讲可爱，对，讲可爱怪怪的，但就是好吧，先这样子，走吧，加25乘以4，78。56，拼了，50 40，138，乘以33，可以到80。我如果觉得他这个关卡如果难度的话，应该是怎么调整会比较刚好？就是，速度吧。如果速度越快的话，是不是代表你选择的这个思考时间就越短？所以应该后来会发展成速度比较快吧？我觉得。好，感觉这个轮廓是小熊人的样子，对，应该是吧。
先不要评价，我们先来继续前进。像这个也没有，就觉得很有效率，因为如果这个加之后加个、几个人，三个人，然后乘四乘五，十二个人，这乘以五就多少了？不过这样还比较划算，对，一百的比较划算一点，瞬间就要计算出来。如果数学不好的人呢，也是可以玩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数学应该没什么困难的，也没有让你除什么，也没有让你开根号，也没有让你什么干嘛的，对，好，六十二乘以三二，好，差点算不过来，一二三过了吗？过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好啦，我觉得有没有难一点的关卡、啊？我看能不能玩到难一点的关卡、啊。好，小熊人到34%了，15乘以4，吃掉，再吃掉，人就变好少，剩26个。好，再乘以四，再加10，154。哎、欸，卡了一下，平白无故牺牲掉很多人呢、欸。好，最后的魔王，来、欸、吧，加80，加80，加80，又是加40，不过应该打得赢。刚卡了一下，哎、欸，卡了两下，等一下。不要这手卡、啊，我怎么没有赢？哦，还好，还是会赢啊。对，毕竟人还是很多。而且这是什么？开玩笑，罗波人呢、欸？罗波人，你得罪得起吗？哎、欸，这也有点像 Among Us 的那个人呢、欸，超像的。好，下一回合。等一下，我如果不看的话是……啊，对了，我下一回合也是有广告，打开也是有广告。哎、欸，没广告哎、欸，这次居然没广告，挺意外的，这是小确幸。下一关没广告就有小确幸，好不好？那这干嘛的？这个是能干嘛？收入增加是吗 ？Income， 看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刚刚太卡了，刚刚瞬间移动是不是太扯了？等一下哦，好加十，加一二五。哦，哎、欸、卡，这样不公平。等一下，这样卡我不公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太卡太卡太卡啊！还好，没事，过了。哎、欸，请问为什么会这么卡、啊？我现在不懂哎、欸，我也没有开什么程式啊，怎么会卡成这样？好， 180，下一关，似乎没广告喽。好，下100，不要切我哦。好，哎、欸，完蛋了，这个切很多，乘以五，196，不要。哎呀，刚那一下给我看到吗？切那一下，心超痛，心在淌血。好，146，146过，132。好了，似乎其实都很简单啦、啊。我觉得前面那几关应该都算简单，没有什么困难的。好，85了，看到这个小熊人快出来了，再玩个一两关应该就可能出来了。我、哦、刚没有，好，刚没看到，我不会输了吧？没有，115。115再加50，好，113很难过哦，加80来吧，加80，加40，没办法，这个有点延迟，真的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延迟的问题，好吧，但虽然也是可以赢啊，好，赢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小熊人出来了，耶，小熊人得到他，再看一次广告，耶，好 ，OK， 我不知道看了几次广告了。然后解锁了蛮多的，哎，其实可以直接解锁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用等那个什么人了。但他应该有九个而已，九个角色而已，所以也不算多。好，继续这个收入增加是吗？好，等级6。好，这个是我刚误会了一点，是他这个是永久升级的，所以呢，投资是不错的啦，就是不用想说会不划算，因为他是关卡后面都一直都有的。这个是。欸、塔可以吃掉是不是？原来如此，不是闪掉，是要把它吃掉。好，我刚似乎有点失误，不过不影响，还是能赢。好的，跳过去 ，yes 过了。好，来下一关，到 5.8 倍了。欸，小松人真的很可爱，他最高到 6.8 倍而已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是一个女孩子吧的造型，因为感觉是裙子。我们玩到小女孩结束好了。那各位如果想要继续看这个的话呢，再跟我讲，我再继续玩下去。好，又卡又卡，啊、哦，还好反应灵敏，加十，好，再加158，不要切，没切到，再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按钮，好，最后的王 boss 来了，加80，
可以了，是警察是不是？警察贝贝 ，sorry 啦，我们人多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其实还蛮像小熊软糖的。好，解锁小女孩啦，耶、yeah, ！最后就是看广告。好，解锁小女孩了，感动想哭。等一下看一下，好，就是长这样。那我现在真的不懂这个角色到底是要看哪里啊？看不到啊。好歹小女孩有个裙子，对不对？熊至少也有个耳朵。这个人参人、萝卜人至少有一个萝卜人参的形状。好，最后一场了，用小女孩小试身手。没事，二三十应该看六才对。好，又点错了，太棒了，没关系，还算可以赢。赢得不会很吃力，18个人加60个人，把塔吃掉之后乘以3倍，快速通关。好，过了。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吧。其实这个游戏就这样吧，对，就这样一直玩下去，对。然后主要的乐趣呢，就是解锁吧。然后临场反应呢，其实也不会太困难，就是正常的反应就可以了。那这个人有点像人生人，好，算了，不重要了，反正就这样子吧。那如果想看继续玩的话呢，再跟我讲。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的啦，差不多就这个模式而已了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玩加倍救团影片喽。喜欢的话呢，就点赞；不喜欢的话呢，就点不赞。我是赖赛，一见，拜。